打工不如创业，你有万把块就可以做项目了，随便什么项目都比打工强。打工几千块一个月有什么意思？你赚不到钱是因为你接触到的人，是因为你所在的环境都是穷人，都是没有梦想的人，然后他们每天追剧打麻将，就是不做事。那你跟着他们也会变成那样的人，会变成没有胆量，什么都不敢去尝试。如果你换一个好的环境，他们每天